西安马路边的这个拌猪头肉，我们看一下，老板，这个拌猪头肉怎么拌的？我看一下都有啥啊？35，有35，哎，有那个猪皮吗？有，哎，给我拌个猪皮，拌个猪皮，猪皮多少钱一斤？猪皮是12。好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来几张，来几张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哦呦，老长了啊。好，这个还有胶原蛋白，吃了有美容作用。嗯，好嘞，好，行，可以。然后我看这边还有这么多菜，这些菜怎么办？10块钱，10块钱一斤，你帮我抓一点好吗？行，行不行？行。哎，要个这个豆角啊，嗯，这个豆角，好，来几个，啊，然后来点这个豆皮吧，嗯，豆皮我看一下啊，木耳帮我来一点，谢谢，嗯，啊，来一点木耳，嗯，啊，里边还有洋葱，哦，西兰花来一点，谢谢，行，好嘞，再来点西兰花，你看多好，啊，来点这个豆角也行，嗯，来点豆角，让他尝调上你常备的花生。好，行了，可以了，就这些，好，嗯，啊，你给一起算一算多少钱，行，给我拌一下，好嘞，好，看一下啊。啊，10块钱一斤菜，猪头肉是7块6，啊，这7块6，啊，猪皮是这个12一斤，哎呀，啊，很便宜啊，不贵，啊，这还是纯干的，7块钱，啊，7块，好，两个，嗯，一个7块6，一个7块，啊，14块6，好，嗯，得办吧，谢谢，谢谢，看一下啊，啊，猪皮还得给切一切是吧？啊，这个猪皮 ，QQ 弹弹，啊，其实老板我直接贴在脸上，对这个脸会更有作用，增加我脸皮的厚度。老板拿着刀，我不敢说太多话，大家懂吗？啊，你看那个鸡爪没有？啊，鸡爪，啊，鸡爪瘦，鸡爪，我要瘦我就不到家，自然是胖。是，啊，好好，老板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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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就喜欢吃猪皮，我觉得吃了这个我可以让我的皮厚一点，皮厚实一点。哦，没事。哦，老板把菜倒盘里，然后再加上这个猪皮啊，还不是一起。这个是可以拌一起，一会儿，啊，可以拌一起。嗯，刚才加了这个蒜水是吧？哦，啊，加一点这个盐、味精，啊，好，再加上接着拌。看马路边这多好，啊，蒜水还少了，好，再来一点盐，啊，老板加2遍。好，这个是应该是醋。对，啊，你看我都认识，因为我在家经常我都做饭的，我是一个三好男人。哦，啊，哦，这是西安的这个油辣子，这个是灵魂啊。这个太关键了，有了这个味道就挠一下就上来了。好嘞，加上这个猪皮，又问你肠胃的好得很。好，肠胃好得很是吧？嗯，没得很，这就本地讲哈。嗯，好得很，没得很。我你们这边晚上到几点？哦，又来一勺红油，这红油跟不要钱一样。嗯，你这14块钱，光这红两勺红油也得值8块。哎呀，你们这边吃就吃味道，吃就吃味道哈。那红油都不额外收钱啊，再来点葱花，再来点香菜。我这14块钱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哦，太有感觉了，我都咽口水了，老板。哦，你看，这就好了，这样满满的一大盒。哦呦嘞，香醋。哦，这最后再撒点醋。哦，尝味道。撒撒水。不，你给我离着走了。你走了。谢谢啊。40度的天，拍完了以后，我想感觉像洗了个澡一样。